这个就是咱最早的最原始的两层风的，是外边一层铁的，里边是一层胶封，这是最原始的。这个坏处在哪呢？任何一个厂家把这个缝隙做不稳，都做住的话，这个轴承就不会转了。任何厂家都做不住，这是咱最原始的最早的普通型。下一个，这个就是咱们中档次的三层密封防尘防水，这个可以打油，但是这个密封性也特别好。它里面是铁片，里面有三层胶片，这个铁底下是三层胶，类似于有一个油封在这个轴承两边把它把着，所以这个防尘效果也是特别好，防尘防水。这个 UC205 的转速应该是多少？应该是咱们可以达到3000到3500。这三层胶片，这个三层胶片，这个就是咱们免维护的，这个材质已经发生了变化，跟那个三层材质几乎是一样，这是岩玉背脂体的。这个材质的耐磨度是咱普通材质耐磨度的两倍，材质就说密度都不一样了。另外这个也是个特制的封，这个不用打油，高速低噪音，长寿命，最低保2年。那温度呢？温度这是耐高温的，里面加的是梅孚EM的耐高温油。嗯，